上一世他是个一天能赚一个小目标的富豪，却因为喝酒猝死，竟重生到一个同名的酒鬼身上。虽然都叫叶枫，但这具身体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。这里面有50万，加上这辆奥迪车，房子归你，孩子归微微，明天去把离婚证办了，以后互不相欠。大舅哥，不用一来就这么绝情吧，我现在已经改了。狗改不了，在微微和孩子面前，我已经给你留够面子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唐明还脸色冷得像冰山一样。微微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跟公主一样，没有受过半点苦，跟了你以后整天洗衣做饭，还要自己去卖水果。你呢，喝酒玩牌一事无成，你觉得自己配得上他吗？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，可以说个数。尽管叶枫知道他说的是这具身体以前的主人，但他还是有些不爽。不能给我个机会吗？只需要几个月，我就能证明自己。你知道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吗？你也不撒谎照照自己，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，真以为上过几天大学就是城里人了？现在走还能拿一部分好处，不然不好意思，也许我是个农民出身，让你们家被人看了笑话。无论这张卡还是那辆奥迪车，加起来都不超过100万，你觉得很多吗？你信不信3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能赚回来100万的现金？林海听得一愣，忍不住嗤笑出声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别的本事没有，吹牛比功夫倒是一天比一天厉害。3个月赚100万，你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钱当然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我能找到每一个让钱刮过来的风口。你现在比我强，但最多一年，我会让你只能仰望。唐明海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总之你马上和微微离婚，不然我也说过了不会离婚，钱你自己留着吧。叶枫说罢转身就回去了。唐仲威看着两人的脸色有些担心，你们俩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事，大舅哥鼓励了我一番，让我有更加充足的动力去进步。真的呀哥，他今天真的改变了很多，晚上你留下来吃饭，到时候我跟你细说好不好？看着妹妹脸上的恳求之色，唐明海勉为其难的跟着进了屋。东西都就成这样了还不扔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叶枫没有吭声，被唐仲威推进了厨房。哥，叶枫今天表现挺好的，他还想出了很好的销售策略，帮我赚了很多钱。小妹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就他那样的能想出什么好主意，还帮你赚钱，不把你钱败光就算帮忙了。唐仲威话被噎了回去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却在这时，唐明海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接通后他听了几句不禁脸色一变，赶忙拿出笔记本电脑快速打开设计软件。葛总说了，你的设计太老套，完全没有新意，现在要转投其他家。唐明海，亏你还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老设计师，一下就把客户劝退了，是不是太离谱了？是是是，我正在修改。葛总说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他会亲自和你说清楚诉求，而且3个小时内要见到新的设计图，如果完不成他就撤销合作，这可是价值超过1000万的大单，真飞了。你这个月不，你今年的奖金都别想要了。此时叶枫也正好走了过来，唐仲威赶忙冲他轻嘘了一声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既要简约但又要足够高档奢华，你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看到唐明海尝试修改的部分，叶枫不禁微微摇头，他很清楚无论唐明海怎么改，最后一定会失败。等叶枫再次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唐明海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大哥出去打电话了，好像遇到了设计上的难题。他这种设计人家不接受是很正常的，上层人士要的简约是环境，奢华是内涵，他理解错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理解错了？你学过设计？学过一段时间。唐仲威有些犹豫，最后还是忍不住问，那你能帮到他吗？帮是能帮，但他未必愿意。唐仲威苦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行吧，那我试一下。叶枫坐到了电脑前，开始摆弄起设计软件。你怎么把他的设计图删了？他好像没保存啊。就算他完成了设计，客户也不会满意的，留着也没用。说罢叶枫动作娴熟地开始操作起来，各种快捷键用得炉火纯青。唐仲威忐忑的心逐渐安定下来。没多久回到屋子的唐明海见到叶枫坐在电脑前捣鼓，顿时暴怒，滚开，谁让你动我电脑的。哥，他是想帮你设计的。他帮我设计，他懂个屁。他在看到电脑里全新的设计图时，他眼睛一亮，却是想到了什么，顿时更加愤怒。我设计图呢？删了。你特么有病吗？谁允许你删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刚要动手，手机就响了。葛总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图呢？看了看眼前的设计图，唐明海一咬牙，已经算完成了，我先发给葛总看。唐明海挂掉电话，把现有的设计图发送了过去。如果这一单飞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哥，他也是好心。你他好心？他以为自己是谁？我在这一行做了十几年了，都满足不了葛总的要求，他又算哪根葱？还有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他蠢你也跟着犯蠢吗？如果做不成，我不但工作要丢，可能还要赔好几百万。唐仲威脸色苍白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事情还没出结果，何必说得这么难听？我还没说你，你还敢出声？谁给你的权利删设计图？你特吗？唐明海骂声还没落地，手机又响了。成了成了，葛总说这次的设计图非常满意。唐明海一怔，你马上来公司当面和葛总沟通，我们准备合同签署的事情。心里下意识高兴起来，但眼角余光瞥见叶枫后又强行镇定下来，保存好设计图合上了电脑。怎么样，客户满意吧？哼，满意个屁，老总快把我骂死了，要我现在回去给一个解释，闯这么大的祸
你给我等着。转身刚要走，才注意到桌上的几盘菜，一愣，这家伙什么时候会做菜了，还做得这么好。想到设计图的事情，唐明海也没细想，就匆忙地离开了。别担心了，我的设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他现在估计是回去和客户签合同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很了解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。唐仲威白了他一眼，你又不认识有钱人。叶枫笑而不语。几十分钟后，唐明海赶到了公司。你就是唐设计师吧？这次的设计真不错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高端大气的设计图，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对房屋设计的要求。看来你们辉煌设计的确有两把刷子，不愧是业内的大公司。小唐本来就是我们公司水平最高的设计师之一，能让葛总满意也是我们的荣幸。那什么，小唐，葛总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你和葛总解释一下。葛清泉指着电脑上的设计图，我很好奇，这条贯穿了整个房屋的线条究竟是用什么做的？唐明海看了一眼，头愣住。我哪里知道，设计图又不是我做的，这下完了，这石膏板吧。葛清泉微微一怔，皱了皱眉。我看到这里的卧室好像是整堵墙都砸掉了，但看不明白中间虚拟的线条是代表什么。唐明海心里不禁苦涩，我特么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啊。但他又不敢怠慢，只能迟疑道，这是个挂件，到时候根据整体设计，这里应该是花园吧，看起来好像未完成。是的，因为时间太紧。那你现在和我说说剩余的构想。唐明海只能绞尽脑汁，尽可能和设计风格贴紧地讲述自己理解的花园设计。只听了一半，葛清泉就沉下脸了。唐设计师，你确定这个设计图是你自己设计的？为什么我感觉你所讲的和设计图上的理念完全不一样？唐明海有些结巴。这个，葛总，您是哪里觉得不满意？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再进行更改的。不用了，整个设计图只有你拿来的部分我喜欢，但你所说的每一个设计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如果你的构想就是这样，那真是白瞎了这个设计图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公司的设计我不满意，告辞。